哎，咸的呢？咸的是我的出来哦。是啊，油饭是咸食啊。你在做什么效果？啊。咬，咬起来。你是在吃槟榔吗？需要吐汁吗？没有，肩膀一看就是藏了香烟。一个是吃到好吃的油饭，赞哦！油饭香喷喷。两个吃到古早味咔啦咔啦油饭，卡子卡子的盐巴。谁先吃？你们谁吃哦？先看米哲好了，很好，就是他先。我来，这卑微是我来做的。谢谢局长。哎，咸的呢？咸的是我的出来哦。是啊，油饭是咸食啊。你在做什么效果啊？咬，咬起来。你是在吃槟榔吗？需要吐汁吗？没有，肩膀一看就是藏了香烟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看他的血展，然后没有粘到牙齿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看不懂他的效果吧？今天没那么咸哦，哈。看来是没很咸，居然可以多咬几下。我们再看谁？是下一个谁？你是吗？看母是吗？好，最后一场吧，忍一下就过。他咸也太表面了吧？哎呦，那今天新招哦，一开始就来了。有上次咸吗？今天不咸的哎，你看，没有上次咸。哦，上次那个第二下那个来了，来了，红香锅上来了。我说真的，徐南道主的制作团队放盐巴这种东西啊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越过山丘来了，喂，屁股就没有差不多啊。那不用看啊，那是整个没吃到啊。你吃要吐啊，留在嘴巴里干嘛？不好吞，它咸得很肤浅，很表面，咸到肤浅。你们觉得是谁吃到正常了？所以这个咸度到底是顶到不好猜？你觉得呢？是谁吃到正常的？我看一下桌面上啊，只有母士哥有水。这有时候大家会装吗？但我看他最前面呢，喝第一口的时候，如果你吃到盐巴呢，你一定会狂喝。对，但是他其实喝了浅浅。我是觉得是母士哥。我把它喝完。效果做到底。啊，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米哲。米哲吃到正常。正常的。我觉得是米哲吃到正常。因为你这样三个来讲，米哲是后续没有一直在吞口水。对不对？啊，反正我们都赢两把了。哎，好不好？放轻松，要打哦，不要打，要一样选的啦，是不是？可以抽嘛？哎呀哎呀，今天米哲蛮赛的，我们就攻米哲。认真，好，要不要？输得出去吗？哎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就弄米哲。好，输得出去哦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赢得出去来。米哲啦，吃，别怕。你刚刚是想要选母士的，我觉得他有哎，他应该是咸的。是哦。我觉得应该他是咸的。有看到？拿起来了。没差啦。哦，他就是这么肤浅，就是这么表面。
好咸哦，真的，很咸啊，那需要吗？需要吗？很咸，吐掉，吐掉，吐掉。